你在这儿啊？我回来啦。在家乖不乖？今天啊，快把我鞋拿过来，又把我鞋拿去玩了，是不是？鞋呢？我把鞋拿过来，快点，把鞋拿过来。天天都把我鞋叼去玩的啊，这么逗的你，叼那么远，有你的啊，拿过来。哎呀，今天心情不错啊，走这么快啊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个鞋呢，再拿过来。还有一个鞋呢，还有一个鞋呢，再拿过来。走快一点咯。哎呀，贴心小管家，快点给我放到这儿来。好，放下，谢谢。你喜欢我的鞋是不是？有咸鱼味是不是？嗯，走，来了，进房间来吧。